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欢迎 Mate 的圣火传递来到中原大学。现在我要为您介绍的是中原大学创客级的实作基地。那我们这个基地呢，是由中原大学依据 Mate 实作的概念所发想的，然后所构建的一个实作空间。那 Mate 就是希望我们同学能够做亲手的实作，然后呢，在实作的过程中呢，透过所谓的 Think 的概念去思考、去发想，然后达到我们新的发现与新的制造，最后呢，在这些发想与实作的结合上，最后得到一个所谓的 create 的创造新潮，引领未来的一个发现一个方向。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介绍我们现在的中原大学创客实作基地。那欢迎大家进来参观。在这个空间中，我们举办了许许多多的活动，包含有关于自动控制的活动，例如 Arduino 晶片以及 Raspberry Pi 晶片。当然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乐高机器人的相关活动。除了这些智慧制造的活动之外，当然在 Make 空间中我们需要知道所谓 3D 列印的相关知识，所以我们有 3D 列印机，当然我们也还提供了 3D 的扫描服务。除了列印跟扫描之外呢，我们需要让同学了解到 3D 课程如何去绘制一个 3D 物件，因此我们准备了精美的讲义，也举办了相关的课程活动，那希望同学们以及社会大众、高中、大学端能够参加。欢迎来到中原大学创客梦工厂。在创客梦工厂里面，所有的摆设都是非常的弹性，学生们在这边只要两个桌子椅子一并起来，我们提供了投影机、投影幕，他只要带着他的想法，带着他的这个笔记型电脑，就可以在这边在小组的讨论，然后怎么的作业。那我们希望这样透过这样子的这个运作呢，我们可以同时容纳十组的学生，可以在这里面帮他们梦想透过梦工厂来实现。在我们梦工厂里面，我们有一个雷射切割跟雷射雕刻机，所以每一位这个学员如果他有一些文创的一些想法，或者希望利用我们的雷射切割帮他制作这个产品的外观，或者在我们一些软性的皮件啊，或者在其他的这个特殊的物品上面做一些特殊的这个造型设计的话，我们这个雷射切割机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一些想法来实现。而且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空间，我们的面积呢可以大到
60公分乘上40公分，在我们一般的文创的这些产品里面，我想这个机器可以帮他们的这个梦想来早一步的实现。另外呢，在我们梦工厂呢，跟其他梦工厂不同的，我们提供的几乎是超级电脑的这个高速运算，所以如果学生们或者学员们他们所要的不是只是做，他们希望能够把他们做比如说人工智慧或者一些这个专家系统，还有高速运算的这些软体呢，都可以借由我们这个 GPU 的工作站，帮他们在课堂上面或者在实作上面所需要的运算需求呢，透过我们的系统呢帮他呈现出来。为了让我们的学员或学生呢能够有互相观摩的机会，在我们梦工厂里面，我们特别设立了一个展示区，属于初阶的产品呢会在下面能够把他们的成品设计的原理小海报来呈现出来。那近乎已经是商品化的产品，我们可以放在上面，除了有实体的展示以外呢，有比较大的详细的海报来说明整个的设计的理念。我们也希望梦工厂不只是设计制造，而希望透过这个梦工厂能够跟我们的产业界直接的媒合。